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四月的天空很干净，桌上的文字太拥挤，想出去走走去散心，在胡思乱想在憧憬，他发呆总特别的专心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 Hey 空，Can you hear me? Hey girl, 我坐在最后一排给你写信，窗外球场很安静，数学课我听不进。 OK, 我发了简讯说星期六去坐船和他姐妹一起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读书了，但我得给爸妈一个交代，跟我妈说做音乐估计会说我烧了脑袋，不过下学期我就可以去校外租房子，就不用去暴力鸡食堂了，那太疯狂了。Hey girl, 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钢琴弹得怎么样了？出了专辑吗？有个谜吗？还是你去开了服装店？我想点名会叫做 Purple Rain。 哦对了，昨晚他的坐在第六排的老弟，借他随身听竟然搞坏我的耳机，他正在盯着我说叫人放学门口堵我，好了快打铃了，这是空在听反方向的冲。他悄悄的下午心里有点堵，走在回家路，他有种感觉说不出，若有又是无 Feeling Deja Vu。 Hey 空， Can you hear me? Hey 空，Can you hear me? 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 Hey Kong, Hey Kong。我坐在六楼楼顶，我的手里拿着分手信，眼泪没能争口气，我把它折成纸飞机，在阳光照射下我们抱着，它在我怀里笑呢，我往下跳，它肯定会为我伤心，肯定会后悔做了这个决定，可是空，我不能辜负爸妈把我养大为我操心，还想我能上个大学，我开始着急开始焦虑，已经无法去逃离，找了无数个理由，可我无法再逃避。我不想像大家王一样被开除学籍，可我该怎么过完这个学期。空，这种日子到底还有多久？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？我听说虫洞可以穿梭时空，对家务是不是灵魂穿越了时间的裂缝？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现在的我正拿着笔，这封信是谁给未来的你？不知道你想起这段日子是什么感受？这是空，2003年秋，他悄悄的下午心里有点堵，走在回家路，他有种感觉说不出，若有又是无 Feeling Deja Vu。 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 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 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 Hey Kong, Hey Kong, Hey Kong, Hey Kong。空，昨晚的梦很清晰，现在是凌晨五点，我很清醒，我梦见你从楼顶跳下去了，这让我想起你高中给我写的信，我差点就要忘记了。空，我最近发了新专辑，正在筹备巡演，不过十几分钟一首歌就收空，你大可不必理会他们的想法，都是见风使舵，都不识货。对了，空，现在他们都叫我 KL， 我把你的名字注册成了邮箱号，那年的高考我刚好过了录取线三分，去了长沙不久就咸鱼翻身。 Oh man， 那天你真该去坐船，人不风流往少年都没留下照片，那次在校门口你真该还手，现在我家里挂了拳击带，能把他们全击败。空，要真的穿越时空，每个时期都会永存，每个瞬间即永恒自由 man。 20岁流年，现在是19年， KL 写给你的留言。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四月的天空很干净，桌上的文字太拥挤，想出去走走去散心，在胡思乱想在憧憬，发呆总特别的专心，给未来的他写一封信。 Hey Kong, Can you hear me?起床了。